果被你看出来，我也太失败了。未必吧，也许人就好那口呢。小满呢？去 K 歌了。早知道你这么不守信用，还不如我带他。他那么大一个人，何须你带我带？我只是不想让他被人耍弄，浪费青春，伤害感情。这个你放心，能伤害他的人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我会一直守护他的，想伤害他，没门儿。唱歌啊，唱的不好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，对吧？我刚才还在想呢，这里有不少的歌曲很适合你跟五月一起唱。哦，五月他刚给我发短信说他马上就到了，不过路上堵车，遇到一些交通事故，几辆车连着追尾，高架路上堵得动都动不了，但是马上就过来。这么严重？嗯，那别着急。嗯。来了之后自罚3杯就行，必须的。来了，随便坐啊。喝了没有？来，谢谢任总。来，谢谢老王。行，放松点啊。好，来，谢谢任总。在哪林上啊？再等五月，林夏知道吗？那五月知道你等他吗？不是吧？你一个小姑娘敢跟我叫板，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滚出项目组？那你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五月自动退出项目组？姐姐，我最不怕别人叫板了。服务员，多上点杯子。娘娘球技堪称专业级了。小宁子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都说娘娘球技了得，要我说，您身材更是了得。哼，你还是第一个敢这么直接夸我的人啊！哪有人敢看您的身材啊？那你怎么敢看啊？小的不敢了。哎，我说你看都看了，装什么装呀？哼，刚才。看你玩的挺开心的，陪我玩会儿呗。交通事故很严重吧？啊，可不是吗？在路上堵了2个小时，我知道。你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女朋友已经跟我汇报过了。干，还有一个在路上堵了2个小时，喝酒。不是，我刚从高尔夫球场过来，那儿挺没意思的，是吧，五元？林老大，那边的人数我都搞清楚了，我正准备私底下跟你汇报呢。先喝酒。
别的事儿干，净练这个了吧？您这岁数能唱动这歌吗？有本事，咱们划拳喝酒，愿赌服输，比就比谁怕谁。来，来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规矩啊。这是零，这是五，这是十，咱们各出各的，咱俩的总数在嘴上叫，好吧？来，五个，输了。我听。谁怕谁？我喝。适配一下。嗯。喝。我替夏总喝吧。哇！啊，这叫做英雄救美。来吧。十，二十，十个。五十二十十五十五没有耶！我听说你们部门连人带产品都要被卖掉，是不是真的？胡说八道！你少在这里散布谣言。谁都知道我们维修部那可是大脑数据的基石啊，怎么可能被卖掉？大脑数据公司将整个维修部出售给爱心科技公司。哎，你们看，又是在帮我们公司。据爱心科技公司负责人李英明透露，由于大脑数据公司费用成本与利润不成正比，因此将整个维修部低价出售给爱心科技公司。详细情况本台记者将继续追踪报道。下面是一则快讯。那吴志雄怎么办？嗯，您好。您好。现在在公司的各个角落，都可以听到员工在议论卖出维修部的事儿。员工尚且惊慌，何况是客户？何况钱大？这件事情不足以担心，毕竟是出于公司的长远策略考虑。而放弃低利润产品，这也是明智之举啊！我已经向各部门都解释过了。这是外界都知道的解释，你重复的表述有助于减少大家的惊慌吗？我们自己有信心才是最重要的，有一个有自信的团队才是最直接的广告。说得简单，你们泰克斯刚刚被收购，就丢了不少客户吧？我再重申一次。是合并，不是收购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泰克斯只是你们拿下软件包的工具而已？怎么会呢，朱总，我们合作是冲着共赢的方向去的，强强联手，何乐而不为啊？既然是共赢，该尊重的就尊重吧，各凭本事。各凭本事。公司太不像话了，简直就是糊弄我们，说把我们卖了就卖了。被卖掉说不定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你也知道对方公司的实力，你看人家吴志雄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过去了。我跟他能一样吗？我可是奔着你们来的，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成了陪嫁品。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，还有两个选择。一个就是你自己找到合适的位置，再就是交还黑方离开。凭什么？公司本来就应该给我们个位置，凭什么我自己找？对不起，这点我们做不到。连员工带业务一起卖掉，本来就是公司整个转型的内容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对方公司接收的是一个没有人却空有技术的部门，那意义何在呢？那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的两个提议
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吧。哎，麦琪，别走，啊，帮帮忙嘛！我本来就是新人里混的最好的，转眼就成了垫底的了，面子上也过不去啊。也许这个好，只是你自以为。这件事在业界被传得沸沸扬扬，有的说公司的维修部门运营的成本太高，导致经营不善，所以割肉。有谁愿意重金收购一块腐肉？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？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据说该部门的员工向来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的部门客户稳定，福利又好。也就是说，该部门的员工没有一个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可是突然变了天，他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经营不善的说法。这不好说，真正的成本和利润不是底下人能看到的。看大脑数据怎么解释？谁来解释？好，我去问。任总啊，任总，咱们俩一对一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你要合并就合并吧，怎么这个猪蹄又空降过来，指手画脚的啊？现在又出了状况，好好的一个大部门被生生的卖掉，你们公司到底行不行？我还要不要信你？朱迪这种人你见的还少吗？啊，一有点功绩就迫不及待的显摆出来，你呀就让他沾点光吧。等这个项目结束了，我就把他踢出去。哼，真像你说的如此轻松就好了。我怎么看，他都有着一副要自己打天下的狂劲儿，可不像一个单单要沾光的傀儡。面子嘛，要先给人家。我们公司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还不让我们砍旧枝添新芽了？有件事你还要帮我，说是帮我，也是帮你自己。你好，这边请。就这儿了，谢谢。秦秘书，又见面了。哼，我真猜对了，任总没走几步您就来了，这椅子还没凉呢。我是真不明白贵公司的意思，您是要替换任总来担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吗？这倒不是，只是基于对贵公司还有本项目的高度重视，我才会亲自来投标。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，我跟任总早就不这么交谈了。嗯，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交情匪浅。那是良好合作的结果。其实我今天来呢，也就是想了解你。你想了解什么？难道要我把长远战略到经营状况事无巨细的全部向您汇报一遍？汇报不敢，但是可以向我介绍一下。对不起，你自己向任总学习去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接和梁董事长学习吧。正好我和梁董事长是商学院的同学，约了明天打球呢。您这么年轻漂亮，怎么跟我们梁董事长是同学呀？是啊，巧吧。来来来，您快坐。啊，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刚刚聊到哪儿了？我可不是不帮你，是他朱迪路子太硬，跟我们梁董事长是同学。哎，我这黑脸算是白唱了，瞬间变成白脸，哼。没关系，我手上有免死金牌，你信我不会错。哎，任总，这免死金牌可不是真的拿来用的。我明白。
上就是我们金字塔魔方的讲解视频，现在视频已经讲解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在场的各位选手你们的发挥时候了，我们要考验的是你们的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，谁能够第一个完成和复原我们的金字塔魔方，就可以为自己和你的队友获得宝贵的积分。 Ready Go。第一个完成的选手林少天，恭喜他。这也可以啊，看来这个魔方测试也不是很准嘛。稍加训练就能成为大拿，那接下来拼出来的未必是大神了。他考的是眼力、记忆力和快速反应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已经很困难了，我估计一会儿会有很多选手放弃。换我，看完视频就举手投降了。现在他们需要的是绝对的信念和冷静。哦，这不科学，他也比我快。那我们恭喜阿圭选手第二个完成了。不愧是阿圭，久闻大名。谁会是第三个呢？好了，第三位张佳。第四名也不错啊。虽然玩出了花样，但是不符合我们的规则，没有用。不瞒大家，我知道公式，所以可以很快复原。不过我觉得这样赢得不光彩，所以我想尝试着玩点新花样。说有个年轻貌美的热辣女销售今天就进组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说你心里是不是贼痒痒？哎呀，我那个痒痒呀。不过，公司里年轻貌美的女销售还有我不认识的吗？还是没来信认识的？说不定是新来的。我说你把持住啊，别一来就给我丢脸。放心。我肯定把持住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新人，进来。我们欢迎柴琴加入项目组。对面，坐在第二轮的对面，无比荣幸。嗯，那小满就多多关照了。前四名的大神都在这儿啊，咱们招标组可谓是人才济济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一个小比赛，有几位新人都参加了。任老大，
那可不是个小比赛，那可是火了3季的真人秀呢，被他圈粉的观众都可以绕场3圈了。任总，加入项目组的时候我说过，我赞成大家搞创意，但是招标期间，招标期间应该暂停，但是毕竟是一个节目嘛，不能说不玩就不玩了，而且他们几个也是为了公司打广告。都有谁？你们三个是吧？那你们三个就今天起退出项目组，好好的参加节目，好好替我们打广告。楚总，下下棋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莫欺少年。而且，我听说你跟梁董事长是同学，你应该不会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吧？哪一位？开会吧，你们三个坐下。今天我们的议程是前达的雷达技术，我让你们三个准备的汇报，准备好了吧？小满，你先来吧。哦，大部分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先口头讲讲。你们两个会后把材料发给我汇总一下。居然拿我当枪使！最后呢，我再说一句，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擒贼先擒王”，我知道不太恰当，但是是这个道理。想要拿下前达的项目，我们必须从梁董事长身上下手。李少廷、五月，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搞定他。还是个老糊涂。自创前达公司，你知道这一步风险有多大吗？啊！你不懂汽车，他们的步伐太慢了。好，我可以支持你。我们把离婚协议签了吧，万一我创业失败，负债累累，也不至于连累你们。这个协议。绝对不会签。2010年前达上市，上市第一天股票就涨停。少爷，您父亲让我问您。这周末你是回家住还是去同学家住？他又不回来，他出差了，这两个周末都不回来。停车，家不全家，我去干嘛？2012年，梁宏达不顾董事长极力反对，斥巨资引进人才，提高薪水。导致
致工人与汽车成本增加。怎么了？我失败了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厂里面忙，把你生日给忘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十八可不是一个数字这么简单。我有这个权利，现在通知你，从十八岁开始，我跟我妈姓，我叫林少廷，不叫梁少廷。你没有这个权利。撕吧。随便你怎么撕，都改变不了我要跟我妈姓的权利，都改变不了我要摆脱你的权利，都改变不了我。滚！去国外念书，不想再见到你。我也不想见到你。还有，你一定会把我妈找到的。今天开会的事情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我一时口快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觉得对不起，还是怎么样。我们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我已经道歉了，没什么好说的你好，朱总。嗯，啊，是你啊？怎么，你也常来这吗？是的，我喜欢公司，哪怕跟公司有一点点关系的地方，比如传奇。可惜，我们部门要被卖掉了。想到要离开这些，哎。对了，能留个您的电话吗？行吧。哎，不好意思。电话号码，您说吧。
这里的伯爵红茶特别香，来。怎么好意思让朱总亲自动手呢？合作伙伴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谢谢谢谢。要加点糖吗？您太客气了，多谢多谢。任总啊，是调到其他项目还是去外地了？都没有，以后呢，直接找我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怎么有问题吗？没有就好。王总，咱们合作了有三五年了吧？任总啊，我们就是一个外包公司，这生意呢，一年比一年难做。今年我们都没开过大张，全公司都等着这一单吃饭呢。我们跟你们大公司不同，做不做成都没关系。我保证让你做下这一单，行吗？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还有，上次你提的那个百分比，我答应你。问题是你保证不了。朱迪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，这事啊得直接跟他汇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被其他的外包公司整个给替换掉。这个损失和风险我可承担不了。对不起啊，任总，我保证，下次。哎，我们有一个50万到期了，是吧？记得把它提出来啊。啊，哎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银行最近有一个很好的理财产品，半年年化率是9%，还保本儿。嗨，所有的理财产品啊，都说自己保本无风险，怎么可能呢？那都是骗你们这些老太太的。说谁老太太呢？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谭女士，谭女士，少啰嗦，记得给我提出来啊，不许用别的啊，我跟银行都说好了，明天就要买。怎么了？有问题？啊，没问题，谭女士，您先坐，您坐。是这样啊，首先呢，我得向你道歉。嗯，因为那天啊，公司急需要一笔钱，我就把这笔钱呢给转过去了。哎，本来是想跟你打招呼的，我这电话都拿起来了，突然进个电话，这一说话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哼，你放心，很快啊，很快我就给你拿回来。那我明天也来不及了。肖总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我崴脚了，开不了车了。啊，要不然晚上你送我回家吧。哎呀，好疼！哦，哎呀！啊，谢谢啊。明天钱大开会，你还去得成吗？咱们软件报可以有个重要的汇报。是啊，要不你替我讲？好啊，只要你信得过我，电脑在哪里？啊，你这人还真是挺烦的，你怎么就知道电脑的啊？开会啊？我这个脚现在还疼着呢。您真不用去医院拍个片子？哎。疼归疼，有没有骨折我还是知道的。看情况问题不大。啊，我找个兵帮你敷一下吧。谢谢。
领导有什么指示啊？指示谈不上，我就想问问，那50万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嗯。公司急需，我临时调用一下。哎，你不会连这个都在意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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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上次说的那个理财产品啊，现在还能不能买了？我从其他地方给你调过来行吧？公司急用啊，真的？对啊。那五月怎么去了你们公司了呢？汇款记录我都查完了。不，你怎么会有我优盾的密码呢？那不是很容易吗？多年恋情练就了我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你在我面前又不是输过一两次密码。哎，人家都说这孩子的智商取决于母亲，我还一直都不相信。你不要打岔，你说清楚为什么骗我。希望啊，你不要介意我擅作主张。你给我说清楚啊，你总不见得说你要看上了一个准女婿，还得打款给她下定金吧？亏你想得出来。我呀，没跟你说，五月这孩子呢，是个孤儿。孤儿？你不是说他妈妈生病去世了，他爸爸又娶了一个，还有个弟弟，怎么会是孤儿呢？他爸爸和他继母生意失败，损失一大笔钱。这两口子呢，开了煤气，双双自杀了。哎呦，留下了一大笔高利贷，还有这未成年的弟弟给五月。哦，那你就借他钱给他还债？这事儿小满知道吗？这怎么能告诉他呢？五月这孩子啊，优秀又骄傲，你是知道的，他怎么可能接受小满的怜悯呢？唉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我是担心你大嘴巴。哎，为了五月，为了他们的未来啊。未来不未来，咱们单说啊。我就想问问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无情的人吗？你当然不是无情的人了。我不是怕你嘴不严吗？素风啊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呢？你今天都跟我坦白一下吧，啊？我没有瞒着你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瞒着你。这个会议室是我们投标组常定的，再过10分钟就要开会了。说需要就需要。有件事告诉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安排一位私人助理，林大奇。
学着往前走，忽然之间明白，爱不一定要拥有。回想你给的温柔，多想时间能倒流，再爱一遍，我也愿意付出我所有。也许我并不成熟，对你并没有保留，给你自由当作是我最后的承诺。多想陪你到最后，不愿松开你的手，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。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最美的守候。你想过我们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。多想陪你到最后，不愿松开你的手，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。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是我最美的守候。没想过想过明明相爱的两个人，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。